什么4000多人，我也觉得很奇怪。我曾经辉煌过的啊，我曾经辉煌过的40.5万啊，我也有很这什么，你看曾经那个满屏幕的一字马哈，还有这什么，这都是曾经的辉煌史啊啊啊，18.8万，你看福州李居利啊啊，14.7万啊。我曾经是辉煌过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落寞了啊，我不知道后来为什么落寞了，可能是因为我这个什么，哎，不说了，都是泪啊，毕竟我是个过气的主播啊，过气的主播，你们只要记得我辉煌时是40.55万就可以了。我老了，我真的老了，我真心老了，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。嗯，哎，这个杨英鹏怎么不回复我们呢？这好难过啊！啊，我普通话是要练一练，我准备下了，嗯，准备下了。我曾经不漏球，我也达到过40.5万，好不好？是不是？我，哎，不辉煌的时候我还在看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啊！如果真的支持我的话，就给我刷刷鱼丸吧。啊，我不辉煌的时候，我也达到，不说了，都是泪，哎，都是泪。最主要我播的少了。我曾经不漏球，我也达到过40.5万，是不是啊？不漏球我也辉煌过，嗯，我不是，我一直都没有漏球，但是我也达到过那么多的人数，是不是？啊，明天不来，明天不来，40.5万，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，啊，是我播的太少了，啊，的确是我播的太少了，啊，你们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新浪我追你下滑线的啊，然后那什么加下我的 Q 群啊，我的 Q 群你看在这儿啊，在这儿啊，一般人都不会点御宅达人，确实，但是我曾经以御宅达人，我40.5万，御宅达人我不漏球，我40.5万。最后看一眼老二是吗？再看一眼微博，嗯，永远对你不离不弃啊！谢谢，你露脸比他们露球好看多了，啊，我是专业露。哎呀，多直播！哎呦，我的妈呀，我怎么办啊？我有点恍惚不过来呀！啊，怎么办？我要怎么回复他？
小智吧。看完我就走了。就小智。